呢，安静。好，你转这边看不到。今天要是停对面那边，一定没位置。静静，躺躺睡觉，躺躺睡觉。以这个地方来讲，最佳的 view。最刚好靠近海边的这一段，还没有盖好就已经在对面先看景过了，就一堆人全部挤在前面。哎，应该先买一杯咖啡啊。海螺馆，看起来比较像白叶豆腐。这里还没有盖好之前，是平地。我现在来这边钓鱼。思考人生。